好不好？大家出来玩，欢迎来到老谢的生活日常。愚公日常来喽！我们现在讲话要小声一点，因为现在是12点，不止了啦，12:40了吧？可以，可以。老板说的什么都是。今天我们来到屏东的大鹏湾。哎，大鹏湾大家知道要干嘛的啦？去野宴钓黄鳍吗？你上来钓吗？我上个月来钓，哇！我已经一年没有来了，对，隔了一年，你很久了，我才隔一个月不到，因为你卖太好了，我又来了，卖太好了，所以这次找了这个愚公来帮你填一下的。那我们现在在大鹏湾附近的一间全家便利商店补给一下啦，对，买一些等一下要喝的饮料啊，当水水，对。那我们是1:30集合，集合之后就出发钓它。要小声一点，掉他，因为不能吵到别人。掉他，掉他。老谢的生活日常。哎呦娜娜，出发了，出发了，掉他，掉他。好了，出发了，出发，出发。那马丁要回台北了，等我的大鱼。等你。拜。告别了。哎。船长敏哥在找鱼，等敏哥扒之后，我们就下竿了。啊，下竿！来，钓鱼！来，一个开壶啊！轻轻松松。可以呀。钓你！大波钓，大宝，哈哈，你喂，钓点大钓，嗯。来，第二套，希望我可以开壶了。我两只了。对啊，哪个都两。我都两只了，没关系，小只的靠我了。下雨，我们下两杆看看，没有咬我们就躲起来，有咬继续下。来，我们就给他两杆的机会啊！反正下雨，不咬就收起来。哦，一杆没中啊！再一杆，我比较挑啊！走啊，陆小志啊！在那跳，好，好，这个鱼我给他一杆，你们两个太准，给他一杆，全部都在跳哦，要用尾铁去钓它了，鱼在跳。在跳，这一堆鱼怎么都没中？林姐，注意啊，船尾啊！有鱼啊！有鱼啊！船尾啊！中
照拍照。哎呀，钓鱼啊！王基伟开湖了。好了，我们完成任务了，赶快躲雨。安内，打米亚啦 ，Bingo！ 雨变小了啦。哎，终于雨过天晴了。哎呀，睡了一觉起来。哎，继续浪，继续浪。哎呦，刚刚雨下好大。浪他。不开口啊！这要如何是好呢？下雨，反而还有咬。再来给两个说哦。好。把几个儿子喜欢的，好，回走。这鱼不开口了，再换一个点，再换一个球。钓鱼啊！来啊，老帅！中鱼啊！靠背啊！
蟹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们换点吧。满满鱼花哦，哦，拢你滚。啊，鱼都在水面上翻了。小鱼啊，小鱼啊，抱腿，那个造鱼。注意啊！来啊，大哥！回来！这个球目前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哎呀，还是一样，我也大只一点。厘米，90，哇，90。高档，喂，小鱼啊，18，全游程都咬了，满海都是鱼啊！哎呦啊！哇，开咬，到处咬，咬翻了啦！今天咬比较晚，咬中午的啦。满满的鱼花了，在那边呢，一直滚呢，水滚哦，最滚啊，100度了，可以泡泡面了。哎呦，船头 Andy 中大只的呢。多大？右边缘而已。哦，才说他大，他就起来了，生气了。哇！不要嫌老蟹放鱼。喂！快！放！这只可以哦。60米！哎呦，他大条吗？没有、啊。哈哈哈！顿了一下。有用哦，有用厘米60，哎呦，厉害！今天只有小鱼命啊。哦，这边没搞头。还要飞大只的，快！哇，太帅了吧！大只的，撑住，撑住，扭起来，命狗公扭起来，扭起来，送了。
哎呦，一百米啦！啊娘喂，一百米！天哪，好深哦！百米一围啊！我们这颗球是最后一个点，这边扔完就要回港了。没漏啊！钓他！钓他！来自下课鱼，做一个 happy ending。哎呦，台客有钓鳄鱼了！快快快，明杰，这个 size， 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是最棒的、啊！有鱼了，下课鱼来了。100米。下课！哎呀，爬到他身体的一半，他很贪吃啊！够了，这多大？哦，炳哥钓活饵够了，下课鱼 again， 丝木鱼，炳哥用丝木鱼钓。可以啊！哎呦，我这只有点赛斯嘞。可以啊，好贱，好贱哎！敏哥给我拉的下课鱼 again， 哇，这只应该是我钓到目前最大的黄鳍了。我有一半的功劳。有鱼啊！下课鱼，哎呦，哎呦！还有有重量哦！他只是上班认真了点，蟹姐还没有空转都不算大事。对啊，没力啊！啊，磨到线了。下课鱼啊，没来下课了，这只有肥啊，这个课怎么下不完？哦，这个下课最后一套也太咬了吧，几乎干干咬，夸张！顶哥都最后五分钟了，放风筝的放一下啦。爸爸，下课，最后五分钟没有下课鱼啊。东西准备一下，回港了。安呢？弄力的，罗伯弄力的。感谢敏哥让我有鱼钓啊！谢谢老谢。我跟你跳扛棒吧。有。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不一样啊，不一样啊。好，敏哥，拜拜。拜拜。
看一下今天的渔获啦，要死我！斑马啦，斑马，这是有好吃不？我不知道，我先等我报告，我写报告。可以，写个心得报告。其他的就是黄鳍尾啦，还有那个，这一只豆滚很大。这是我钓的，对，这只很大，哦、这只比你的黄鳍尾大。哎，这只我拉起来没感觉，拉起来没感觉。他不认真上班。啊，这只 不认真上班。我跟台哥大概钓了，应该有30只左右了，大约啦。大约。因为钓到后面就没什么再算了。对啊。嗯。那这些渔获、哦，各位在串树影家也都吃得到，点得到，吃得到。哎，没错、嗯、哦。那想要尝鲜的观众朋友。赶快去串处影家定位，最好是先预约。对，因为要退冰。对，因为冷冻要退冰，然后定位的时候要记得讲我要吃什么鱼，几个人。阿正那边就会帮你抓大概多大只。Oh, OK OK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订阅老谢频道小股东，请在下面加入。还没加入台哥小分队长，赶快去加入喽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，拜。我今天的生活，或许就是你明天的日常。爸爸，下课了，下课了。